笑到眼泪也掉下来。走了，哇哦！哎、欸，旁边就是骑车队。等等，哎、欸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直接摔下来了。我在骑车队旁边啊啊！哎、欸，我们上一场也是啊，直接遇到骑车队。啊！想到了，那我先拔。洋洋，洋洋，洋洋，洋洋。你在打了吗？我在打，我在打。哎、欸，我被打下来了。哎呀，好，好，你们下，哎、欸，我在另外一边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们在哪？我在另外一边，你听不懂哦。好，我看到，看到了。好，哎、欸，你可以把泱泱打下水里吗？泱泱在水里。你可以把它打下来水里吗？很久，啊打，等一下，来来来，有点痛，有点痛，啊打，打不到，打不到，打，啊打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还是你跳下来，你跳下来好了，你跳下来好了，勾引他们。在底下吗？我们两个在下面。哎、欸，不是这里，是啊，不是这里。好我跳错边了。哦，你在另外一边。对啊，刚直接一路摔下来。我来看看啦、啊。这里。哦哼，然后。是标记啊，不对，这个这样子，旁边你们旁边没有其他人啊，只有上面有，嗯，刚直接被巧克力打下来，那、啊、哦。勾圈欸，这也是圈外。你有做工作台吗？没做的好做咯。好，我还没做。好，有做。哦，有人掉下来了。哪里？巧克力，巧克力在水面上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做工作台，靠他。巧克力在水面上，他现在在游泳，他游到岩浆旁边，他岩浆旁边跌起来了。白痴哦、喔，是你哦、喔。这里有矿，哪里哪里？这里。有没有看到你们前面有岩浆的那个位置？嗯，可以在那边。后，你的左边，左边，你的左边。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哎、欸，你帮我把工作台带过来。好。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巧克力在洞穴里面啊，它要再往上跌了。啊。它往上跑，它往上跑，它往上跑。哪里？这里吗？对对对，过岩浆，过岩浆。这它跌的路，它跌的路。哎、欸。然后过去之后，左手边。沿着路走，沿着路走，他没有挖进去。你等下走过去就看得到他了。哈尼，他掉头了。哈尼，他在游泳，他在游泳。不要走！他不爱你了，加油！你怎么还在后面啊？我刚刚要挖工作台啊，结果我还没挖掉，他就说了。哎、欸，要加油！你要掰了吗？加油！你要开始挖洞了、哦，你这里没有地方跑哦，你在边界中围起来的位置哦。嗯。旁边有个洞，往下走，往下走，加加油！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走下来。里面有个洞，走进去，看一下能不能走进去一点。哇哇！我全溺死！哇，剩我一个！不是，打到快没血的时候，被他打到没血了。加油！你再往这边走，对对，你往正前方，你的正前方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你的左手边一点点就可以是安全区内了。这里吗？对，左手边，左手边，你的左手边。蹲着、哦，你蹲着、哦，巧克力在外面喽、哦。哎、欸，他外面，他外面，他外面，他进去了，他进那个洞了。
不要挖哦，不要挖哦，不要挖哦！啊，他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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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，再继续挖，可以继续挖了。不是、啊，你用鹅卵石啊？你要也是用那个吧？哦，对啊，鹅卵石赌人家一看就看出来的好吗？这已经不是 1.12 的吧？巧克力走上去了。对，这样你刚刚拿金镐挖铁啊？啊？你是新手？哎、欸，你知道金镐不能挖铁吗？哎跟阿纪，哦，要打了吗 ？ID 选 ID， 应该选 ID， 选 ID， 还没，应该遇不到，因为中间隔了一个大峡谷。原来 1.12 的时候金镐可以花铁哦。不行啊，我一直以为我们是铁镐，我没有看。已经玩了第二场了。我错了，哎、欸，上一场我们开场、欸不对，你也没，对啊，你也没有拿。玩到上一场开场，我们直接遇到人啊，然后小雨就说上，上打，然后就死了，真的，然后他们就先死了，然后我也死了，然后就先死了。我觉得露米是走失了、欸，走失了吗？他走散了，他附近完全没有红队的啊。欸、可是蓝队的也很善哎、欸。等一下、喔，等一下、喔，等一下，这个是谁？巧克力哦、喔，巧克力哦、喔。哎呦，那个酱油巧克力在你头上哦、喔。那我不要动。哎、欸，酱油有圣怪砖，往下挖，往下挖。正下方，你垂直往下挖，相信我，我不会害你。我是不会骗人的。不知道啊。垂直往下。往下？什么叫垂直往下？我在挖了。垂直？什么叫垂直？哦，垂直，垂直，垂直。什么叫垂直？你跟我说，你要跟。垂直了。好，停停停，往前挖两格，我怕你掉岩浆。好，再往下。再来。你是不是？你问。好了，够了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蠢死了！挖下面去，请挖下面。你挖下面，哦、往下挖嘿，往前往前往前嘿。你是不是不懂得变通呢？还是你运气太衰呢？怎么这样？我天啊，你真是的人生遇到各种。错的，哎、欸，好，停，左转，因为我怕你前面会死掉。往下，再转，再直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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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，在还下面，有没有看到隔壁的鹅卵石？ 1.12 有鹅卵石，不要挖，等一下，不要挖开，先不要挖开，好，再往前一格，嘿，往下烤窑，不要挖开，不要挖开，往旁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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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绕一下路，绕一下路，对。往下，往下嘞，往下嘞，往下，好衰哦！你也太衰了吧！好啦，那不然你从那个好了、啊。你挖开一格，看能不能把圣怪装挖掉。挖一格，挖一格，嘿。你圣怪，哎，对，前面这个。那我看到圣怪。哦，有挖掉了。好，然后上面有两，有三，这应该是三，两只，对，三只，三只，三只。你挖两个蜘蛛爬进来哦。你先插火把。怎么叫火把？我在做了。不用做。啊？你原本应该就有。有给。你做了吗？没有啊。哦，我想说你要做的话，你刚才做一把剑或武器来打他们啊。我做个武器。你应该做十件还是？你三十件啊，
你有其他东西可以做吗？来，洋洋，等一下要很快速、很快速做一件事情。是挖开，挖开哦，对不起，挖开你前面的鹅卵石。嗯，上面那一个就好了吧？也可以，下面那个也可以。嗯，先挖开。嗯，好，然后你用尖叫的方式打上面那一只蜘蛛，然后再跑回来。我头上的吗？对，要用叫哦，要边叫边打哦。哎呀！然后打一下嘛，你让他看你，看你，看你，打一下就好，打一下，打一下，马上退回来啊！好，回来，哎，啊，好好，再打第二下，哎，好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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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没有下来就不要你，哎，好，棒哦，再打，你还回头看，好，还有这里上面在这里打架，那再打，再插一只，再一只，他卡住了，笨啊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开枪，有唱片，一堆斧头，金苹果，你竟然不是先看金苹果？天哪，这个人！没注意到金苹果，哇！金苹果竟然没注意到，哇！没注意到金苹果。好的，泱泱，你这条其实不是泱泱啦，对不起，酱油，你这条很安全的，这条可以自己逛了。左爪，他们都在楼上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边不会有怪了。嗯，这边不会有怪，你可以慢慢玩。OK OK， 我等着被压死。会啦，还安全呢。你这里还是安全区还行啊？这是什么？哦，没事。干嘛？我想说，我想说，啊、你先做个木斧或什么的，你在那边先收集木材。前面有个矿车，矿车，回过来！你为什么要转头？我要回去拿我的那个呀、啊，南瓜种子。宝物，你走都不是先看一些重要的啊，南瓜种子。你先我要回去拿我的那个工作台。你工作台居然没拿？不是，你现在不缺工作台，你到处都是木头。你这边很多木头，打木头，或者你县长马上做一个工作台出来，做一个木斧。我的天！不是，酱油不是新新手，他从1.2点多就开始玩了。他不是新手，可是他动作像新手。对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酱油，这个安全区很远哦。真的假的？嗯。我走得过去吗？你要现在马上啊！好，你现在就是这样开始往上了。这里耶。他要想办法先往上走啊。走。哎、欸，反方向哦，在你的左前方，边界会缩到你的左前方。对。左前，哦，对不起，欸、你刚刚的右后，对不起，我刚刚面对错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挖不了，我没有铁。那你只好用挖，用镐子敲爆它了。好啊，我没有，你们也别想有啊。哇，挖爆了！我没有，你们也别想有啊，大家都不要有啊。我觉得你挖这个不如赶快去想办法让自己活下来。真的、啊？等下，直直往前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这边被压死。后面，他那里被机电挡住了。对呀、啊。对，直走，左前方。嗯、对。对你直直挖，这边开始直直往前挖。完了。哎、欸，我的稿子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怎么到处都是那个？往上挖了，往上挖了，这边已经够低了，这边板子垂直往上，垂直往上。基岩会在五以下。你垂直往上的状况下，最好在脚下放一根火把、哦。等一下一个砾石掉下来，你就哭死！跟你讲，放火把就好。啊、真的吗？垂直往上，先放火把。然后往上挖，挖到不能挖的时候，再把火把打掉，放东西。打掉，叠上去。火把，哎、欸，然后再放火把，垂直往上。天哪、啊，正在叫。那往上挖不是应该要挖两排比较安全吗？啊，有火把就不用了、啊。火把、欸，你在质疑我们的教室？我没有，我不敢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什么啦？快点啦、啊！你再不快点就要被压死了哦！那我跟他们啦！你就快一点啦、啊，不然你被压死算了啦！
啊，不要不要，不行，我是你们的希望。快点，往前挖，往前挖，往前挖。快点快点快点，游出去，游泳游泳，会不会游？会不会游？会不会游？前前，扛住前前。啊，完了，他边界外面动不了。我被卡住了。我刚刚是被两个石头卡住。好吧。至少我有我假设啊，不会游泳的酱油，好难过。而且我们走了，我被夹死了。我跟你讲，从头开始哦。我刚才讲说垂直往下挖，它可以挖斜的下去，这不是垂直吗？哎、欸，你知道我刚才看到钻石哎、欸，然后结果我就挖不起来，我就把它挖爆。他拿石膏挖爆，重点是你死了，你钻石也没有用啊，你为什么被咬死了、啊？而且他还拿金膏这个挖铁镐，对耶，只是没关系啦。死在地底还是在上面？就隔壁而已。隔壁有这个水池的边边，这个水池。赛船水池的边边，赛船水池，我在放，我在放，赛船水池，差点出来，我刚刚被两个石头卡到哦。重点是团团，你知道我最后是开船过去载你耶，你把我的船打掉，我整个气傻了。我以为你是要送我，你都载我载那么久了，换我载你了。我是小雨，你忘了我吗？你是假小雨，来，他死在这里，洋洋那个酱油。